我回来了。你还好吗？你呢？其实我经常在问我自己，为什么到你面前就不是我了？想被你牵入，那么脆弱，我妈说婚姻是命中注定的。是我命中注定的人。其实从我见你第一面就被你吸引了，为了你可以什么都不要，也可以什么都要。什么都不在乎，什么都在乎，只要你开心，就会高兴。你千万别再扔下我。知道吗？是这个世界上第二个让我感受到温暖的男人。第一个是我爸爸。死得太早了，安吉到底怎么回事？是他自己回来的，还是你要他回来的呀？你回你自己一次，不过你还回你自己多少次？小芳，我不知道，我控制不住自己。那张萌萌呢？那张萌萌该怎么办？这件事你别告诉她。
我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看到叶景天了。我也一样。他是不是又和那个女人在一起了？你都知道了，还问？帅哥看你呢，谁？那边。萌萌，你不是没人爱。哎呀，别说这个了，我不想听这个。一位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今天要带你到这儿来吗？为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因为啊。在这个舞台上，那个安琪就在这儿唱歌，知道吗？那你知道你还来？我为什么不能来呢？我就是想要来啊。喝酒。哎，你别喝了，你别抢了，我们今天是来干嘛的？我自己喝。Thank you.
谢谢你能来见我。找我干嘛？好久不见了，你还好吗？别用这种眼神看我，这样我很难受。你知道难受，还来找我干嘛？小凡，对不起，安琪，你有时候真的很奇怪。你现在跟我说对不起，有什么意义？我知道我离开你，跟你一天在一起，给你造成了很大的伤害。知道你恨我，可我今天必须要告诉你这句话。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我真的爱过你。安琪，你还在逗我玩？你还没有玩够是吗？真的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那你当初为什么离开我？你知道分手后我一个人是怎么过来的？你知道你有多残忍吗？现在你又说你爱过我，是你有病还是我有病啊？小凡，你别这么说我，只不过我是后来喜欢了一小天。已经把我自己成千上万遍了，我知道了，我也不想这样。我只是想找一个一辈子可以抱着我的人，我找不到。没有办法，我只能去找。我找不到，我喘不过气来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呀？没什么，该说的都说完了，我要走了。要去哪儿？要我送你吗？你是要离开一整天吗？和安琪又走到了一起，两个人的生活虽然平淡，但是很充实。安琪又要去外地演出了。
也今天不知道，这次分开竟然会是诀别。带上它。走吧，走吧。那我走了。昨天去你们家找你，没在。你去哪儿了？你找我，我没在。你知道你多少天没给我打电话了吗？我有吗？白小凡，我们俩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我在你心里面到底是什么？你说女朋友？女朋友？如果真的是你的女朋友的话，今天我就告诉你，我们分开吧。不是你又怎么了呀？你别装了。你每次去我家楼下，你到底是看我还是看别人？你心里还是喜欢安琪？根本就不在乎安琪，我早把她给忘了。以后不许在我面前提安琪。廖小凡，如果你是个男人，你就把安琪从叶景天手里给抢回来。李卫，我告诉你，我说了不许你提安琪，以后不许再提。再见。Thank you.
为什么叫天琪啊？你真的不知道吗？你有没有恨过叶景天？琪，过去的事能不提吗？小凡，我们两个已经这样了，你有没有替我们的未来考虑过？你为这个公司做了这么多，可是这个公司叫天琪，它毕竟是叶景天的。琪，叶景天是我朋友，在我廖小凡心里永远是我朋友。那我呢？萌萌，我有件事跟你说。什么事？我和廖小凡又分手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心里面根本就没有我。那他心里有谁？这么长时间以来，其实我发现廖小凡和叶景天一样，心里只有那个安琪。什么？安琪？怎么可能？我真的很佩服那个孙展，他有那个勇气。什么勇气？杀了那个妖精。公司全部的基础资料和财务报表。谢谢你，心仪。还不是为了我们俩。安琪还是杳无音讯，
于是叶景天很长时间没有去上班。廖小凡利用这个机会把天齐公司的机密资料转回到原公司。不久，法院根据资料裁定天齐公司高额索赔，天齐公司也就此破产。可是叶景天根本不在乎了。急的啊！公司打赢了和叶景天的官司，为公司做了这么大贡献，这个位置应当你来做呀。哎，这个你后面有什么打算？打算？对了，我小舅子有辆出租车，我帮他开车去。报社的人找你。你先出去，把门带上。这个位置坐得挺舒服啊。还行吧。妈妈，找我什么事儿？啊，我们报社想采访您，您现在不是商界精英了吗？知道我跟您熟，让我先来一步，跟您预约一下。我有什么好采访的呀？您值得采访啊！您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爬到现在这个位置，多不容易啊！萌萌，你这么说有意思吗？怎么没意思了？廖小凡，你不觉得你有点卑鄙吗？我卑鄙？咱们俩彼此彼此，彼此彼此。我们之间有什么彼此彼此？
萌萌，我是恨叶景天，你敢说你不恨吗？你后来要跟叶景天结婚，是因为你爱他吗？那只不过是你的占有欲在作怪，你不甘心让别人夺走你的东西，要把他抢回来。难道我说的不对吗？萌萌，谁都不是圣人。上报社想当寻人启事那个。哦，你不是上次到报社想找一个叫安琪的女孩吗？是我接待给你，我不是告诉你她的地址了吗？别装了，我知道你是谁。你为什么当初不告诉我你和叶景天的关系？有必要告诉你吗？你帮我找到了安琪，不就是想让我替你夺回叶景天吗？你真卑鄙！卑鄙？你想找回安琪，而我想找回叶景天。我已经帮你找到安琪了，我怎么卑鄙了？卑鄙的人是你，你为什么要伤害叶景天？这一切都是你害的。你放手，你放手，我要报警了。哎，别我就是想让你告诉我安琪现在在哪。你还想找她？对，我不知道。你真的不知道？我真的不知道。那算了。问你件事儿，当初你捅叶景天的时候是什么感觉？喂，110吗？我要报警。后来，我们再也没有人见过叶景天，也没人知道他的消息。他就像大海里面的一滴水，永远的消失了。而他每天经过的街道依然繁华，生活终归平静。哎，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男朋友。啊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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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廖小凡。甲方。哦。哦，对了，忘了跟你们说，我们下个月6号要结婚了。这么快啊？恭喜恭喜恭喜！请坐，请坐。服务员，来俩杯子。Thank you.
知道叶景天去了安琪的老家。从此以后，他就开始不停地寻找安琪。师傅你好。哎、啊，你好。哎，我给你打听个人啊，安琪家是住这儿吗？这里没有叫安琪的。哦，您看看啊，就照片上这女孩。哦，她不叫安琪，她叫安红。哦，他们家是住这儿啊？是啊，就住在这儿。哦，他们家有人吗？这会儿？没人了，就有个畜生妈。这个孩子，心眼又好。学习又好，街坊村里都夸他呢。就怨他那个畜生妈，没事就往家找男人，这孩子实在搁家待不住了，就离家出走了。走了好几年了，现在也不知道他在哪。说谁是畜生啊？谁畜生？谁是畜生？你怎么畜生？我就睡了一晚上，你给我要那么多钱？你睡了一晚上，要钱多了？嘿，吃我的，喝我的，睡我的，想往回返钱呢？那熊样吗你呀？好好好，钱我不要了，还想要啊？你就等着照报应吧。你是？哦，我是安琪的朋友，您是他什么人啊？啊，我是他妈。来来来来，进来坐，来到家里来。哎呦，不进去了。哎，进。我真的不进去了，那个。哎呀，您别听刚才那个人瞎说八道。他是这块有名的瞎咧咧。